宝岛神很大的粉丝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别再只看不行动，赶快移动你的手指按下订阅，再不订阅小心被朋友遗弃、被家人嫌弃、被社会放弃。好啦，咱即摆即条歌歌戏，这就无同款啦吼。像讲甲众生活台湾啊，甲身边先也好，即条歌敢若较欢乐一寡吼。其实这个我下底个应该是为乌皮拉戏开始，因为看乌皮拉戏就是用白主戏，伊个贝斯个 melody 做一段。乌皮拉戏迄是啥物事啊？就是 opera， 无改良过个歌戏。来，你讲乌皮拉戏，就是 opera， Taiwanese opera。歌仔戏就是歌舞剧，台湾的歌舞剧。你自己发表来吧。从君董的表情，我们不难看出前辈们对于大宝这个提问的认同度有多高。我的这条歌名叫做《Taiwanese Opera》，没有啊？真正是说 Opera 戏是歌戏，应该 Opera 应该是歌戏改良的，往现代一点去发展的这个物件。但是你讲这条歌歌戏当初是因为着迄个场景来去想着来写这条歌，就是传统啊，结合一寡较现代物件。细汉伫庙口看的，不是布袋戏，无着歌戏。哦，所以北港较早细汉时阵嘛是拢常常看到布袋戏啊，像人一般拢是闹热的时阵才有着无？对啊，大拜拜的时阵，无着是哦。人签乐透，谢神。宝哥，你下次如果看到我邀请歌仔戏或布袋戏团来表演，记得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只要为我高兴就好。啊，像我细汉拢陪我妈妈去看戏啊，其实咱是想要去庙口食物件，去看那个鸡仔拢会知影，登山虎娘啊，啥物拢会，一挂歌戏的情节了，慢慢植入你的心灵里面。阿嬷以前就是拢爱看电视，拢爱看《杨丽花》歌戏。杨丽花歌戏，也是好歌戏。我妈妈拢会跟伊讲，较搞笑，你讲，这声较好。在来的十分钟内，吉董大概讲了几百个我不能说出来的人名及各自的评论，但为了活下去，这段我自己听，你们听歌就好了。我们的歌戏是等于是摇滚版的啦，我们不是真的唱歌戏啦，我们把那个歌戏的那一种曲风啊融合到我们的。尤其是因为个炸有那个新桥北苏东达，电影那个歌仔戏，我觉得那一张变得不错。徐佳莹，那后来徐佳莹，他徒弟徐佳莹又改良成比较更流行，让更多更大众，让更多人听到歌戏的趣味的所在。徐佳莹她就是直接把华语唱在里面，直接搬来唱，对，就等于是融入到她等于是歌里面的其中一段。那我们的歌名叫华语，只是我们用了这样子的歌名，然后重新诠释一个摇滚版。所以我们本身它是一个摇滚的曲风，它不是华语，但是它我们运用了歌仔戏里面的一些素材元素，你是取那个精神放在这个里面。我看你内底嘛写足侪戏出来呢，你家己有底一套戏出，你真正有看过古早歌戏的戏？我较早就登山虎娘啊，
臭头黄毛棍，臭头黄毛棍，黄毛棍，黄毛棍。大宝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听过白董在说的东西，但仍强颜欢笑，生怕被看破手脚。没关系，我有做了功课。臭头红乌龟，对啊，以前是个皇帝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臭头皇帝，朱元璋，朱元璋，朱元璋。好险，臭头皇帝朱元璋你还有听过，不然我看你怎么继续一笑而过。我是你各位印象的最厉害。我前一阵嘛伫个网咖看到明华园，伊即卖搁伫演歌戏，哎，即卖共款，即卖进化，嘿，拢进化，伊嘛是很牛演造，但是演造对以前的一个人变做一个编制，加入现代的元素也是很精彩。无怪好多台湾 opera， 对啊，而且即卖歌戏团像明华园应该是算讲规模算是数一数二的。啊，恁敢有介意有接触？迄当阵那也无想着讲要找伊来合作。因为咱有实在的像啊，陈子强啊，明华园的，伊妈妈个也是的。等等，白董刚刚说的原因我实在听不是很清楚，幸好宝哥锲而不舍再帮我们追问了一次。对，咱那是看哪来啦？看哪来啦？看嘛啦！我想白董说的无关政治，单纯是肤色，对吧？我们也跟很多像黄正明老师演采风、采风、采风乐坊。恁这场安尼，你除了讲采风甲邱可龙老师，恁安尼有甲几个组合有合作过？我像拄啊，你讲只个歌戏内底嘛，一个歌戏老师帮手。是郭春梅，有郭春梅，我有印象。你老的吗？我老的，我有印象。对对对，因为那一天的工作单是我写的。还有苦瓜老师，哦对对。哦，胡琴呀，还有胡琴是八大机关，你知道国乐器都是一边的。郭春梅老师，不是那个八大，你不要乱下字，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剪接师会乱下字。我正想跟大家说明，八大国乐队是当时有台知名歌唱节目的专属伴奏乐团。至于宝哥你在说要上的什么字，我就不清楚你在说啥了，毕竟我只是个单纯的孩子，对于你常去的那些场所我是一概不知。我有故意就说你歌词里面你还有除了兴趣以外，你还有去写到说很多，像说豆麻条、七七啊去吃掉，啊，这掉那是啥物？那敢那甲曲牌都无啥。因为我物件你就是 play 做久啊，你变甲别人物件曲都是在叫物件。舞团里面不是有一个乱弹乐团，乱弹这嘛是我是来对。哦，这我知，这我知。人讲食肉食三餐，看戏看烂弹，那烂弹其实是北管戏的一个名安尼啦。小宝宝卖弄学问是吧？那我也来带大家认识一下南管跟北管有什么不同。都安尼吼，我看到一旁人啊，这么大旁哦，伊所演出的这个内容就是北管，是不是？是，咱都听到的，就是北管排场。哦，排场是。排场做排场，排场就是坐场的意思啦，就是讲啊，大家坐做伙，安尼啊，伫演奏家己，啊，伫啊唱片，并无身段的表演，这叫排场。啊，那穿戏服、群舞登场，迄就变做戏剧啦。哦，咱台湾俗语安尼讲，讲食肉食三餐，看戏爱看烂谈，表示讲啊，肉内底上好食就是五花肉。哦，啊，那戏剧内底上好看叫烂谈。哦，京剧啦、昆曲啦，其他唔是用台语说。这个演唱，咱拢把归在乱弹这个范围。对啊，老师，啊，北管咱是常听到啦，啊，但是我一直嘛分袂清楚啊，北管啊，甲另外一个叫南管，啊，北管、南管这两个到底是要安怎去区别？是啊。安尼讲吼，上大的区别呢，就是南管吼，就是咱台湾的古典音乐。哦哦。所以伊唱的其实是敢若像诗同款用吟的。哦。跟咱吟的所以啊，伊拢丝竹乐器为主，所以咱讲伊是咱台湾的古典音乐。啊，那北管的，你拄仔听大锣大鼓，对吧？闹热滚滚，
这就是咱台湾的热门音乐。啊，所以像去食调啊遐的，啊，我听讲佫有啥物宜兰调啊，啊，迄、那个调伊哩的根据迄是啥物？阮其实拢是西欧的根据，我们不是民俗专家了、我们也不是那种专门在研究国乐、民乐的这些，我们是利用，我们就做一些创意吧，利用一些听过觉得不错的。哎，那旋律给 Q 的啦，而且给好最后也是一边做一边学习、哦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团有四个宜兰人，你有四个宜兰人，四个宜兰人啊，一个、两个、几人的？啊，我前女友嘛是宜兰。我这远远的下去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么多跟宜兰有关系的血缘，你怎么可以不研究这个蚂蚁、嗯？对吧？所以不是为了女人。